我什么都做得到。你说爆了。和之前的云墨丹心有所不同，这次八律他的性格会比较我行我素，然后呢表现又特别强，所以呢这次他幻化出的绿者双甲就和之前的绿者要稍微有点区别，所以我们不用之前的那种大剪影啊大裙摆来撑起这个造型，而是在衣服的风格里面多加了一点花哨的元素，然后让他的整体感觉显得又有点不拘小节，这也是我们对绿者风格的一种新的尝试。另外这次我们还为八律制作了武器侠，这个武器侠的概念我们是从武侠中机关侠的概念引出的，当然我们把这个外形做得更加有攻击性，让它在内部装有三种不同武器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无锋重剑来进行攻击，另外也可以用它作为御剑飞行的道具。之前的 4.5 版本中大家也看到我们对剑桥进行了一些修改，而这次八律上线的春节版本我们也上线了全新的自定义剑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你的礼物，你很有眼光。时针律者呢它不是浮华，所以想要这次做出和以往拳法不同的战斗体验，那么考虑他有着浮华的身体和技艺，所以他会成为一名武器大师，能够运用多种武器以及行云流水的动作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三把武器的操作手感和战斗体验都有着很大的区分度，我们以近中远三种战斗距离作为切入点来设计。宝剑作为输出的主武器，我们的设计方式为一招一式，招式比较迅猛简洁，招招毙命。长枪呢作为中距离武器，我们加入了舞枪的元素，同时它的动作也更加的舒展，也可以通过转枪来达到一定的聚怪的作用。面刃呢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武器，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在距离足够远的程度下还能够击中目标，所以我们的动作招式通常都采用横扫，这样当敌人站成一排的时候可以有那种连续命中的爽快感。另外呢我们还做了非常多比较有趣的肢体动作，甚至可以让他在御剑情况下去撞击敌人，来凸显出他的自信强大游刃有余。绿者以后的浮华呢给人一种魔王的感觉，他的动作也更加的狂气，有更夸张的姿势和更强的张力，体现出对敌人的绝对控制和碾压。我们首先迅速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浮华不可以成为绿者。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很熟知的浮华这个人物，他在自己的漫长的人生里面都一直与崩坏作战，数千数万年的时光他都一直在持续着抵抗崩坏，执行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如果这样子的人物他成为了绿者，他被崩坏侵蚀了，那将对这个人物的基本盘造成完全不可逆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破坏性非常大。但是转而言之，我们换了个思路，浮华不可以成为绿者 OK， 但绿者可以成为浮华，这个思路上讲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把浮华之前大家还记得在天命之战里面被奥托崩了一枪，我们把那一具浮华的身体重新拿了回来。如果奥托是他的朋友对吗？如果奥托把他治好了呢？如果奥托像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细心的治愈他，并且让他重新复活了呢？毕竟在《折剑录》这个故事里面的话，浮华也有死而复生的这样一个先例。从这边一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推出了整个后来的故事，也就是第八律者诞生在浮华的身体里面，并且迅速地接受了浮华的海量的记忆，从而他误认为自己是浮华。这样的话，虽然浮华没有成为律者，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律者成为了浮华。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性格中保留了一个新生儿或者是一个刚刚诞生的人对世界的好奇，对世界的向往和憧憬。他在行事的时候会有更多他自己的风格，而不是浮华的风格。尽管如此，我们会希望这个十之律者他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力量的浮华，他不仅仅是一个浮华的黑化版，我们会希望他有更多自己的人格特质。比如说当他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用一个更加现实的逻辑，而非一个二次元的逻辑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游戏本体的故事里面啊，浮华从登场到退场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一直都是受到限制的。他的身体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发挥出全盛时候的战斗力。同时呢，他有时候他是奥托意志的执行人，有的时候呢，他又被迫牺牲在一枚宇宙城里面承担提安娜的引路者。他从来就没有一个机会能够尽情的施展自己的力量和强大的敌人对战，这件事情蛮遗憾的。因此我们在做十之律者的时候也有意识的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会希望他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能够与游戏中最强的敌人掰一掰手腕，来展示出浮华真正的战斗力。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去设计了他和奥托和凯文和其他人的一些战斗戏。当然了，他和奥托基本上是一面吊打，但这个事情大家喜闻乐见，所以无所谓了。奥托的魂钢脸蛋在我拳头下嘎吱作响的声音真是太美妙了。很感谢大家对十之律者这个角色的喜爱，也希望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他的朋友们能够去接触一下他，因为他真的很有意思。他跟之前的角色们都不大一样，他更像是一个小姑娘，被刚刚诞生，但却被迫把一些责任和义务扛在肩膀上，但他也没有对此而屈服。他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会有些狂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张狂，有的时候他可能弄不清楚自己是谁而乱发脾气，但这是非常真实的一面。就我们更希望把一些角色更真实的一面做出来，能够让大家理解，能够让大家喜欢，所以很感谢大家对十之律者的包容。我相信他也会有自己很出彩的地方。谢谢你对我真不错，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